我要放耳朵。真的吗？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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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拜拜拜拜拜拜。盘点智商不够用系列。神经病小朋友，神经病小朋友，你爸爸沈范人在超市门口等你。你爸爸沈范人在超市门口等你。我还欠你多少钱呢？86000啊。嗯，我慢慢还行不行？嗯，慢慢还，多慢啊？我用一辈子来还。那不行，你得尽快啊，我还得花钱娶媳妇呢。不是，我说那个钱就当做彩礼。哦，然后我们这怎么行呢？我这辈子可以爱很多人，但我能挣几个钱？还钱！哎呦我的妈！我的饮料给我喝，我就去中国，我应该喝，有吗？我们有鹤顶红，鹤顶红，对，鸡尾，鸡尾，对，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看，这玩意儿好多钱啊，真不要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有点渴，想弄碗冰水去。啊，那你给我烧一个。啊？这不太好吧？啥玩意儿不太好啊？我给你钱。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。哎，撒楞的，我烧一个。不是我，我让我烧瓶水，你干啥呢？不好意思。把手给我。把手给我！美女，加几号的？西湖小区5号50号。我问你加什么油？加汽油。那加几号汽油？加今天的21号的。我问你是加92还是95？加100。哎，帅哥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哎呦我的妈！洗个澡呗，你就说你洗不洗吧，你就说你敢不敢。就是这个。最新发明了一个不用卫生纸的马桶，顾名思义，上完厕所之后摆动这个开关就可以擦干净，擦干净之后再摁一下这个按钮，用水冲一下，最后再用这个吹风机进行烘干。来来来，跳这个。老板在哪？Mm-hmm. Hey.